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。今天我要去加入啦啦队，成为啦啦队少女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啦啦队，简直太开心了。要去准备什么呢？先换上美美的衣服吧。转动一下小人，换上上半身的衣服。这里有好多衣服可以提供给我。我来试一试这个黑色的。接下来要选小裙子了，跟黑色的这个是一套的，黑色的短裤。不过是不是颜色有点太深了呢？我看到了一个小裙子，很好看，不过就跟这个黑色的上半身不搭了。我再去选一下，这个是一套的。哎，这边还有一整套的衣服，快让我看一看都有什么。这个蓝色的怎么样？我来试一下。还有其他的吗？下面还有好多好多，不过都上锁了。接下来我可以选一双袜子搭配我的这个衣服。衣服已经搭配好了。我有一个好朋友在足球队里，我想给他写一封信，告诉他我来给他加油了。画一个什么好呢？我画的好丑呀，重新画一下，正好给画纸涂上颜色，涂上一个粉色的吧，重新画一下。现在得选择一个装饰品了，把这个小珍珠放在上面，还有其他的装饰，把爱心放上吧。这个小珠珠好像不怎么好看，给它扔掉，把爱心挪一个位置。已经准备好了，给信纸折一下。外包装可以再放上一个好看的花，把水晶球摆在上面，喷上一点香水，我的信纸就变得香香的啦。太棒了，我现在可以去给他加油了，将我的信送给我的朋友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里啦。大家如果喜欢跟向日葵一起去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，请关注我们的栏目可乐姐姐玩游戏，还有不要忘了给向日葵点一个赞哦。我们下一期再见吧。